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石。那我们就继续来玩第二段的，第二段的御都事变。突然觉得麦的那个收音有点，突然变得很敏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我看一下哦，好像声音比较大声，哎，有这样感觉吗？嗯，还是我调小声一点啊？算了，我先不要动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的探索吧。我们刚刚就是说，要找那个爱出风头的孩子，要怎么听一下？那我要怎么找那个爱出风头的孩子呢？爱出风头的孩子，我刚刚有拍那个走廊，是跟走廊有什么直接关系吗？看走廊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标志或标记？爱出风头的孩子，你会回答我要怎么找吗？他的去向我也不知道，反复无常地彷徨着，然后反复无常，所以说我就是要一直努力的刷，把它刷出来就对了。好，这样是蛮常见的，就一直走。哎，反复无常的徘徊着，应该是这边吧？是这里吗？嗯？反复无常徘徊着，是这个地方吗？第一集很多人看，对啊，他会第一集就判断说这一款他想不想继续看下去啊？对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哎 欸，仿佛无常的徘徊着。那我要怎么找呢？要到一楼吗？可是应该是不用再探索了，就只是这样走过去就好了。好像也没有诶、欸。嗯，好，声音变正常了。刚刚那个哦，隔壁的那个压缩机超大声，诶，怎么有人倒在那里？有谁通过这里吗？哦，好像。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啊。嗯，哎，真靠不住呢。你呢？有谁通过这里吗？啊，右边，右边，没太注意呢。右边是你的右边还是我的右边？讲不清楚，不明白。哇塞，这两个前辈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他的右边是哪边啊？他的右边我哪知道是哪边啊？好啦，应该是那个右边吧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应该是我这个方向的右边。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回头，不回头，回头吧。嗯，没东西。嗯，诶，没东西。What？到底有没有都说不清楚。哎，没东西吗？哎，what？外头有骨裂在，看骨裂是也是有在做事的。蟑螂飞过去的画面，真的假的？看骨裂是有在做事的，其他两个前辈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做事的感觉。对啊，他们就在那里休息啊。是不是我要一直找地图啊？就哎、欸，有，回头，没有，what？那是不回头吗？还是不回头才是对的呢？
还是我要不回头？大家怎么看呢？看一下这边，有了，我再回头一次好了。哦，有东西了，哎，有一只脚，要逃跑吗？哎，是那个家伙吗？你要逃去哪？哎，恐怖游戏你回头干嘛？没有啊，你要回头才有办法可以接下去啊。哎，他跑去哪里了？刚看到一只脚呢。哎，没有东西，跑去哪里了？还是我已经找到他了？他跟骨头说话吗？他该不会……哎，他该不会在他想守护的地方？他该不会在他想守护的地方吗？他想守护什么地方？吓到你一下，真的吗？刚刚还好。想守护的地方，我怎么知道他想守护哪里？这里吗？来斗志吧！等一下，愚蠢！哇塞，好凶！我想存档而已了。那我存个档再斗吗？好啊。哇塞。有人吃掉了蛋糕。说谎的是谁呢？啊，又是这种。我是吴，是明美妹妹吃掉的。明美是明美台那个明美吗？我是健二，是我吃的。我是明美，是健二君吃掉的。OK，这两个。总之，这种游戏就找出一个最不符合逻辑的。对，这两个已经是一起的了。我是红子。我没有吃，对，这三个已经是一起的了。我是俊夫，是红子吃掉的。哎，看着你也说谎了。这两个就不符合。我是方江，有两个人吃掉了。OK，如果有两个人吃掉的话，我是俊夫，是红子吃掉的。我是红子，我没有吃。有两个人吃掉。我是吴，是明美妹妹吃掉的。健二君吃掉的，我是健二。是我吃的，我拿一张纸来写一下好了，对啊，大家可以一起解哦。可是先不要告诉我答案，告诉我答案，我会生气的。不要告诉我答案哦，我们一起解，看看谁，看看哪一个观众厉害，先解出来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第一个是他是吴，他说是明美吃掉的。其实我真的很不会玩这种类型的解谜，可是又很爱出。健二，他说是我吃的。这个呢，我是明美。他说是健二吃掉的。你猜好了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怎么要回答吗？哦，我再想一下。我是红子。我没有吃，可是要猜几个啊？是猜两个吗？我是俊夫，是红子吃掉的。不要讲哦，单调哦。我是方江，是有两个人吃掉。OK，我桌子翻一下就知道答案了，不要吵。我想确定一下是几个人呐、啊？我先存个档，因为我想知道有几个人。哦，这是一个人，会死对不对？是你输了，会怎样？哦，好大声！哦，我只是想要知道是谁吗？拜拜，坏结局吗？好。OK，那应该很明显啊，就是应该只有一个答案。那我们就找出是谁吃掉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有谁在说谎呢。明知，可是有人说有人在说谎吗？可是我们不知道有谁在说谎啊。
我们刚刚是要找出什么题目啊？我们看一下哦。那是有一个人在说谎吗？还是？所以刚刚是要我回答说，就是谁吃了蛋糕吗？好吧，那就那啊，按住，对不起，金额一样不正确，是谁说谎吗？是谁吃的蛋糕，还是谁说谎啊？刚刚题目到底是什么？忘记了，是谁说谎吗？如果是谁说谎的话，谁说谎？可是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说谎哎，他应该是一个人吧？可是我觉得是两组问题，都这是两组问题啊。啊，这还不能回去哦，真假的？这题目还不能往回走。我看一下哦，是谁说谎？可是觉得是两组呢，因为……我想看一下那个明，这个，他说我是明美，健二君吃掉的。表示说，还是谁到底是吃蛋糕还是是吃？可我不知道几个人说谎可是如果一个人说谎跟两个人说谎，答案又不一样。好，就这个，我没有说谎，我知道你没有说谎了。好，那就他吧，孔子，猜错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题目我没有看清楚，气死我了。我不想硬 A 耶，可是你快已经用完了。答对了。哦，你很聪明嘛，就当你通过吧。好了，好吵。告诉你一件好事，关闭楼上的家伙就在前面，自己去寻找吧。哇塞，关闭楼上的家伙就在前面，自己去寻找。好。但是眼睛仿佛看到了蓝玉在笑安史的感觉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总之这边就是一个新的地方，新的地方，有谁在吗？我是玉竹展导啊，展导啊，玉竹先生您好，我是花子，花子，前面的楼梯是你封闭的吗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能让我通过吗？一点点。这样啊，那你帮我找东西吧。还要找东西？缎带不见了，很困扰呢。但是我又懒得去找，找到的话就让你通过。唉，真没办法。要帮找缎带，又来开始当做一个又是帮忙找东西的主角了。找缎带。像不要有两层，另外一个人说缎带在我这里，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就蛮讨厌两层的，找缎带。
新的地方从女厕开始，没办法啊，它照顺序就从女厕开始啊。新的地方要从女厕开始。没了耶，找缎带。缎带会放在什么地方呢？该不在狱卒的屁股底下吧？哎，不对，我可以先去问那个。对，我也先去问那个骷髅头，搞不好他知道。遇上困难了吗？你有看到缎带吗？沸沸扬扬哦，好久不见了，Hello。虽然我不清楚，保健室里好像住着一位收集癖，去向他打听一下吧。我知道了。花子不会大喊变态吗？他都幽灵了，他已经 已经不在乎了吧？好，保健室有个收集癖。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搜集癖在哪里？他们还在休息，气死我了！保健室，哦，到保健室，哦，那什么东西？他脸好好笑，科，你看，哎呦，是这家伙吗？你知道缎带吗？哦，食物，我身上没有啊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带过来就行了吧？你就在这里等着吧。哎呀，看一看，我就是这样讲啊，就是两层的，就是说他知道在哪里，可是我需要找东西给他，首先要找食物。好，那食物的话，看一下狱卒有没有那个前辈有没有食物给我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食物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肚子饿了就回家吃吧。啊、哦，回家吃，真是个好主意。回家找食物。食物？怎么了？不肯跟长官要食物吧？哎，OK 泵。哎，这个 OK 泵要干嘛？我有受伤吗？没有啊。这游戏会受伤吗？找 OK 泵啊，不不，找食物。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食物啊，稍微等一下，把他们两个当食物不行啊。我是有苹果啦，这样可以吗？获得了苹果啊，可以的，真太好了。那么路上小心。哇，人真好呢，还给我苹果。可是他要不要？他是不是不吃苹果啊？谁知道他不吃苹果？那我喜欢吃人肉。那吃点便当大于受伤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会直接死。先存个档。按错了。好，你看我带来喽。哦，获得缎带，哎，其实还蛮容易的。果然是你吗？这下东西也找到了，去还给他吧。哦，哇塞，他是一个收集癖，所以他收集了我的缎带，好吗？那拿给花子。等我一下哦，突然记得一件事情。好，OK。哎，对了，那今天的画面有闪吗？突然，今天没有人提起，画面有闪吗？领便当就什么都没了，对啊。啊，我进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哎呦，这还蛮可怕的，那没问题吗？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吗？交出了缎带。啊，非常感谢，你真的很温柔呢。作为回礼，帮你开通前往上面的路吧。哇，那么再见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看到明亮发色的王者吗？啊，那个啊，见到了，去上面喽。你让他通过了。我不擅长对付那类型的，我只喜欢天真直率的孩子。
那么你就好好努力吧。哇，这个花籽还真好呢，没有很顺。OK，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了3楼。对，那个花籽很小一只，锁住了，锁住了。好，这次要从南侧开始。嗯，这款游戏的特色就是没有 BGM，我完全不讲话就会有底噪，气死我！一定要讲话。好，这边啊，这边是哎亮亮的。哦，这金属零件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真的吗？嗯，那如果有什么事要说出来哦。嗯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嘛。谢谢你，没事的。所以，别留下我孤单一个人。哎，这该不会是只能两个朋友要一起开蛋糕店吧？是吗？大概不会他们两个起了什么争执之类的东西。这种事常有啦，常有什么吵架啊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就开始怀疑对方，常见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的前进。哎，是说我想问一下观众们，如果不讲话的话，那个环境的声音会很大声吗？问一下。因为我自己都是戴耳机听的，我是觉得会有点声音，会有点强迫症，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声音它有点吵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没有。哦，哎，找到了，我只听到键盘的声音。OK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嗯，这怎么过去？在这里呀、啊，王者，王者，你已经死了。事到如今，再逃跑也没有用了。别再喊我王者了，我叫珍惜。那么，珍惜，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，别在深界彷徨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追着我？我做了什么得罪你了吗？把你送进冥府是我的职责。哦，OK，所以说那个玉都是指地狱吗？点点。你有后悔什么事吗？我一直都在后悔哦，一直一直，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，哪里不行？谁都不看向我，逃掉了吗？是你偷的吧？不是我，别说谎，把我的笔记本还来。小偷，骗子！不过不是我，真过分，还给我！反正你说谎也不在乎吧？脑子不正常的吗？谁都不愿意相信我。不过，奇怪的真的是我。好，我觉得是那个加个旺就完美，真希望。哦。去找他，先存档，超危险的，感觉会死掉。先存档。哦，在前面，他往楼下走了。那从这边下去。还说要从这里才可以出发。哦，这里啦，钥匙吗？获得钥匙，是哪里的钥匙呢？校长室的钥匙，校长室在哪里啊？看一下地图，校长室哦，在一楼的左侧啊，右侧，一楼的右侧有校长室。哦，校长是这一间哦。哦，这还真的蛮可怕的。这私立学校吗？这个还是有家族的感觉。
吵死，蠢孩子，说那么多，你还听不明，还不明白？给我差不多一点，蠢货！辛苦我将你养大，你这孩子到底像谁啊？为什么要生下一无是处的我呢？哇，这到底是谁在讲珍惜吗？干嘛？刚才那的是什么？醒倒，斩倒！怎么了吗？才不是怎么了吧？刚才突然跟我吵架是你吧？我干嘛要这么做呢？别装蒜，那才是我想问的吧？不知道，我一直在工作，你是睡迷糊了吗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很清醒着呢。可是斩倒也不是说谎的人啊，毕竟太过老实了。那到底是什么？难道要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你刚才到底在说什么呢？我稍微出去看看吧。这个贫富真的有点怪怪的，有点可怕的感觉。好，那好，OK，目前又继续卡关了。好，先存档，继续的卡关。那我们去找骷髅头吧。其实我真的蛮不喜欢这种逃跑的，因为我都不知道他逃到哪里。厕所吗？算了，我们先往前走，再慢慢的回头。也没有，因为都不知道他是跑到楼上还是跑到哪个地方。哦，找到了，没有，斩岛不在啊，斩岛啊，我在这里哦，他好像坏掉了耶，怎么办？好可怕哦，他坏掉了耶，好吧，那我们出去看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OK，调整好画面。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其实我都不知道做什么，好奇怪啊！这款游戏都这样吗？气死我了！有个洞。这是什么啊？洞穴相当深呢，进去看看吧。哦。好长哦！欺骗我的，欺骗我的就是你吗？哦，假的斩岛，果然模样是我吗？你是什么人？还是不想说吗？那么我就用武力让你开口。哦，好酷哦！我不小按到了，什么？没有砍到感觉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哦，哦，暂时先撤退吧。哇塞，那谁呀？这里是……哦，你也被抓进来了吗？姐在身边。这里是那家伙的世界，我也是被抓进来的。你是狱卒吗？是的，你很强吧？是这样吧？对臂力还是蛮有信心的。那就把我所知道的情报告诉你吧。请解决那家伙，我们赢不了他。可以，反正迟早是要对付他的，因为我不会在这里留太久的。拜托你了，我也会传达给其他人。哦，一个小火球。好，一个小火球。等一下哦。
这好像是相反呢。对啊，好像是所有东西变相反了，相反的世界，平行时空吗？小樱安安哦，你好。哎，有镜子，镜子，之前应该没有这种东西的啊，端详，被擦很干净啊，那应该触摸。哦，铲子，中子世界，什么是中子世界？镜子世界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镜子的世界。哇塞，这什么？试问人生的道路，人生的道路，我哪知道是哪一个啊？先走这个啊。哇，自解谜吗？人生的道路。我想想看哦，这是什么地？怎么解谜？人生的道路，人生的道路。好，没关系。人生的道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答案了。是这个先，在这个先，在这个，对，端详，触摸，微温的感觉，跟破坏，哦，出来了，镜子跟钟差很远呢，镜子，对，有点远。刚刚的解谜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就是四只脚走路跟两只脚走路跟三只脚走路的那个谜题。但是你看起来更强，对啊，就是那个谜题，就是四只脚。刚开始伸出来的时候是四只脚嘛，就是爬，这不是四只脚啊，就是手跟脚，就是走路这样子。后来，你变长大成人了嘛？这两只脚走路，可是你变老了以后呢，就要拄个拐杖，所以说变成三只脚走路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谜题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去寻找镜子。不用提示啊？怎么那么快就提示呢？万一有人看没看过这谜题，不解不出来的吗？不会啊，这个要想啊，对啊，就想一下。真生当比复制落啊，是吗？我觉得也还好。就这样推过去而已啊，这没有很难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两边呢？端详、触摸、破坏，就一直破坏镜子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又重新解开了一个，我们就这样快速的解开所有的镜子。落，什么落？好，这边也没东西。要让我帮你恢复体力吗？因为我自己也没体力，暂时不用体力。我体力根本没有，有那个呢，变弱了。你说解谜吗？哦，有五个镜子，对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解开所有的镜子。有一镜。就五个解谜，哇，这个要怎么解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要搭配什么来解开它的吗？OK，玩这个啊，有一个小小技巧，再试试看。OK，
解开了，破坏。哦，我把墙涂的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起，念错了。好，无论怎样都想出去啊！这边看过了，刚刚那个解谜有点运气好啊。乙烯，乙烯，乙烯烯，这个干嘛的？有点可怕，他好像推把我推过去的感觉。丝毫不动，只是像门墙壁吗？嗯，好像也不是哎。我刚本来想说，那个会有不一样的东西。也没有，嗯，先往楼下看看吧。我们摧毁了三个镜子，剩下两个。哦，为什么开始有这个东西了？才两个镜子，啊，找到了。哦，这是有东西让我掉下去吗？哦，这样可以快走。嗯，哎，没东西。嗯，这边哦是迷宫吗 ？OK 哦，我要当老鼠，老鼠就会解这个迷宫了。有没有破坏？好，那剩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在哪里呢？可是那个针会放在那里啊？是我之后会有逃脱的剧情，我需要闪避那些针吗？嗯，好，看左边，应该就针左边的吧。这边也可以进去。鬼火，很了解那家伙。你想知道些什么吗？关于镜子，你有看到学校内的镜子吗？那些镜子就是他本体的线索，并不是见不到他，只是我们没有人赢过他，而被耍了。哦，感谢追随哦，感谢射手的追随，谢谢你哦。我很了解那家伙的事，你想知道什么吗？好，关于你们，我们是被他模仿之后关进这里来的，渐渐地失去了模样，并且自我也趋于崩溃了，好想赶紧恢复原状。哦，这边的家伙给弄进来的，还是算了。OK， 好，那剩下最后一个门，最后一个镜子，就可以解开这里的谜底了。最后一个镜子。真不甘心，明明遇见他了，却打不过他。镜子应该不可能在里面吧？那就找一下，找最后一面镜子。哦，怎么那么多针啊？可是针感觉又不会攻击到我。镜子，哦，斩倒，斩倒。哦，就是刚刚那个人。您好，这里的家伙们都是被他抓进来的，当然我也是，因为被那家伙偷走了，形态也变得淡薄了。如果能取回就好了。哦，我想把最后一个镜子找完再休息，可是我找不到。哎，找到了！哇哦，这是干嘛？视线的前方，前方。哦，哦，哦，了解。哎，嗯，我想一下哦。哎，哦，哇，这个谜题还蛮有意思的。啊啊啊啊！都会有点。视线前方，哎呀，
哦喂，视线的前方。视线的前方啊！哇塞，这真的很容易，就是这样就晃过去了，只能慢慢走了。好，破坏。OK，那我们就把5个镜子都破坏掉了。那应该是上面那个铁门，应该就可以打开了吧？应该就5个镜子吧？OK，那我们就去找其他的，就是最后那个铁门，因为觉得那个有东西。嗯，这边还有楼上。这好像讲猜错题目就会被送回原点，对，有点像那种感觉。嗯，这边呢？你嘻嘻，好，我们来看最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。子夜安安哦，我差不多要关台了呢。你太晚来了。嗯，我们到1楼看看好。到1楼，这是无限的循环的空间吗？一楼到了，点点一次，不用。哎，还有镜子哎，不止那个呢，不止5个呢，好像6个，还7个。嗯，这是要对称吗？合上。哦，这最对称的谜题，嗯，可是怎么对称？哎，哦，这好像不是对称，是，嗯，拿走，这是对称还是放书？打开，这关不，哎，这个，不要说要打开喽。这个应该就可以开了吧？嗯，蜡烛要熄灭吗？哦，熄灭蜡烛。嗯，还不能开哦。嗯，是椅子跟桌子吗？哎，找一个桌子哦，在这里。OK，破坏。OK，哦，嗯，上面吗？看来我们解开所有的谜题，应该是6个镜子吧。嗯，这洞开了耶。我想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只是墙壁。好，那应该是可以回去了。进去吧。哦，要决斗了。嗯，那么让我离开这里吧。啊？嗯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挣扎吗？哦，哦，哇哦！谁知道那些幽灵是坏人？终于等到这时刻了，我们再次重返自由了。啊，果然他们是坏的啦，跟你道谢了。最后要把那些鬼火抓回来吗？哦哦哦，还受伤哎，会受伤的。我 OK 绷，哦 OK 绷可以直接补满了。的确啦，这道路的前方正在崩塌，这里不久后就会消失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吹出了温暖的和风。好，
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玩到这边，这是我们第二集的御都事变。哎，我们先看完这个剧情好了。斩岛，真爱呢？喂，听见了吗？不是那边吧？你，哦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他甜腻。嗯，给你一个好东西。哦，我不需要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是吗？再见。他给我什么好东西？他给我了，没有给我东西啊？他给我什么东西？他不是给我一个好东西，是哦，是灯是不是？好，OK，那我们这个御都事变呢，就玩到这边，这是我们第二集的御都事变。那明天就晚上再继续来玩这个御都事变，把它玩完，对吧？这只有两个结局，其实很快。大概游戏的时间在两三个小时了，对啊，嗯，希望明天可以玩完两个结局。好，那就跟大家先说声晚安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一拳晚安喽，牙齿晚安，还有看一下这个 AXD 72584晚安喽，兔姐晚安，荣峰晚安，林雨晚安喽，还有。一桥晚安，杰克晚安，子夜晚安，还有庆宇晚安，六神晚安，咪咕哎咪咕都不讲话，咪咕晚安喽，还有 pig 050101晚安，还有小奈晚安喽，百吉晚安，英英晚安喽，幽静晚安，好，那喜欢我的实况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点个赞，也可以到我的 Twitch 的左下角，就是影片左下角按个追随哦。OK，那今天玩的这两集《御都事变》，我今天晚上会放到第一集，明天会放第二集。就是如果没有看到前面的观众呢，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收看哦。好，那就 OK，那就大家晚安喽。因为今天大家还有上班上课嘛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哼，明天才有精神。OK，那这样子，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